我是庄和珍，烘焙师。庄和珍他是一个谦虚、有礼貌、待人很温暖的一个。难吃到这种地步吗？绝对好吃。蛋糕我有在家做，然后是真的就像和珍做的，蛮难吃的。但是和珍就觉得自己做的很好吃，就是他喜欢做这件事情。再请你一点。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，是帮助人的，活在自己世界的一个人。我会用这边开，错。我会用这边开。你要干嘛？一下就好。会湿而已啊。算了，一下就好。这是什么原理？这是我第一次跟云画合作。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所以我需要去适应。可是第一次见到云画的时候，他给了我安全感，所以我就会比较快在短时间内去放下这个不安。就是例如说我很紧张，他就会想方法去让我不要这么紧张，让我放松，就跟他合作是很开心。不良执念清除师是一个不管是在故事上还是人物角色上，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的。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部戏去感受到更多人与人之间的温度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不良执念清除师。疯子，都不要动，我其他同事已经来了，拜托你们不要动。啊，